I'll shake. OK， 这次呢，富兰克林呢获得呢 Michael 家着火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呢已经有相当多的消防车来这边待命了，然后外面还有警察在阻止呢这些记者进行采访。他们一直想要先去拍照。我这台消防车居然是黑色的，居然有这种配色吗？然后两台消防车在这边准备随时要进去拯救，看有没有人在家里了。然后这里有新闻记者在采访。OK， 这边也有记者在拍照。啊，不准过来啊！不可以越过来啊，这边不准拍照哦。好，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边里面的实际的状况好了。那不是 Trevor 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不会是他纵火的吧？整个躺在地上，好凶，干嘛这样啊？好歹 Michael 也自己人啊。哇，你看这房子整个都冒烟了啊。好，那个灭火器借我用一下。然后这些消防员呢在这边待命啊。来，衣服借我一下啊，我要进去救火一下。这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啊，这好烫啊。我走一下正门好了。哇塞，这什么状况啊？这里面不能用消防灭火器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这不是他太太吗？ Franklin's here. 你怎么了？哎，失火了，赶快走啊！你的衣服都着火了，他居然在这边，是酒喝太多哟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，地上全部都是啊，地毯也是，哇塞，整个厨房都是啊。这吹风太恶劣了啦。什么？冰箱也会？哇塞，这里蔓延的很快啊！这个客厅全部都是啊！看一下楼上的，好险楼上还没有开始蔓延。这里进不去哦。Tracy 的房间。但是已经有烟上来了。吉米的房间，哎呦，吉米的房间，哦，已经开始烧上来了。好险他们不在家。哇塞，这太恶劣了吧！直接放在这里。这样行吗？哦吼吼，连他们的衣服都不放过啊！好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人啊，除了那位太太之外。看一下这个车库。啊，这厨房已经差不多这样了，这里居然还好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还有烟呢？好，既然里面不能用灭火器，那我用外面来喷水好了。来帮你们浇一下火。还有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熄灭他们吧？还有你们啊，你们这些人，
居然在旁边发呆，还不快去救火，还给我爬起来，给我去哦，赶快爬起来了，你们这些饭桶，还有你们这些警察，车子居然不会喷走，你们又爬起来干什么？赶快去救火啊！